寻访一段新的人生。去听，去看，去感，那些我将成为的我们，连同疑问。我们有多久没见？心中的欲望。贪恋的这身天罗，撕破，可有不期而遇的自我？也许，不期而遇的，还有越来越难以自控的身体。就像我们终将都被称为我们，风吹过水面，影子总会相遇。38岁的谭维维，3811